视频，是不是听到悠扬的乐声？哎，再一下。再一下。때론거짓말같은아픔을겪고나지만시선在里面너의손을놓지않을게진심난이도추웠던겨울이好像有一种悲伤，很好听呢，受不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哈，来个这个台韩交流。本身我除了是主持人之外，也是这个歌手的一个身份，想说可以跟你这样子有这个荣幸吗？是小情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向下倔强，向下喝酒一张。